够，然后记性不好来吧，你看。小石头又在撩妹子，吃心哥还不忘给别人带的饼。卖的比做活的便宜。小石头现在成了采购员，又准备去采购材料了。还想蹭小石头的车去新疆看牙齿，这个男人就溜进来，搞得我连副驾驶都不敢坐，坐到后面来。登记名单。现在第二次上药完成了，看旁眼。昨天很多喝多了，非要跟过来，要吐了要吐了，朋友，哎，非要跟过来，吐了。我这走着走着人跑哪去了？哎，多喝一点，使劲喝，天天说了又不听，听了又不做，这个样子，还喝吗？啊！哇，眼睛都红了，这么多人围观，是干嘛的？这个真是喜欢凑热闹，喊都喊不走，还来看，你看个啥玩意儿呀？这媳妇丢了都不知道，顺便买点熟食去，省得晚上做饭。给他买了一包辣条，一个人坐在这里，可怜巴巴的就吃着，做啥啥没劲。顺便点三杯奶茶，小石头去买材料去，等一下刚好一人一杯。给你买了一桶打包给你喝，你刚刚实在是吓到我了。这饮料也会出饭了，来个桶子装饮。不要抽抖，不知道我干嘛，怎么抽抖抖抖抖什么？你的尿脸来，真香！吃现成就是好哈，随便买两个菜回来炒个青菜，吃的这么有味道。来鬼！嗯，来凳子坐下来吃，好好吃，注意文明，好吗？好。团爷估计晚上也不会吃饭了，刚刚那吐的那叫一个酸酸爽。来了，你爸来了，你不吃了哦，要不要来点还魂酒？啊，来一点呗，来点，吃点饭吧你。下午在那里，都有人说看到我们了，说你在那里吐，还在那里拍拍拍。啊，这就是人多，吃的有味道啊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，拜拜。